Test me 的表演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底座吗？底座为什么还要另外包？对啊，这是什么牌的？琉璃工坊哦。是也只有他在做琉璃吗？叫做什么？橘子工坊。橘子工坊。橘子工坊。橘子工坊啊，琉璃工坊跟橘子工坊，那只羊就不是琉璃工坊吧？嗯，我忘记是要美工刀是不是？嗯，已经开了，但是为什么拉不出来呢？开一个风箱，开这么久，就用暴力，那个纸又你又不会留着，不行哦，不能用暴力的，暴力我们要谴责暴力。还有十分钟过，说好是三分钟解决呢、啊？开了，哇，有 Super Micro 哎，它上面有你的名字吗？有的，请看，是 San Juan 20年呢，哇，那是老板签名是不是？拍完了吗？拍完了。哇，从后面看也很清楚。那表示琉璃够好吗？好，我们来看琉璃啦。看是，你知道是什么形状吗？知道了。你已经检查过了，是不是？可是品质最高啊！他一次要生产这么多琉璃，没有有一次生产很多，可是这个我上网去查，他写这个是限量发行，全球只有3800个，所以你然后上面还有刻他的编号吗？编号，那你这个是第3000，这是第一个吗？来，我们来出来。哇塞！这是什么？这是虾米蛋蛋，这看起来像糖果呢。糖果？这是鱼吧？哪里有鱼啊？看得出来鱼吗？我还在，啊、我还在看呢、啊。有五只鱼啊，金鱼啊，这都尾巴、啊。我只知道五柄鳄鱼，怎么会是五只鱼呢？两只、三只、四只、五只啊，这样看不出来。它是立体的。对啊。你放歪歪的，我看不出来。另外一面是这样啊。哪一面是正面啊？应该是这一面啊，这一面看起来才清楚啊，立体啊。你要怎么摆它？然后我们来。它看起来像糖果、啊。像放糖果的是吗？像不像放糖果的？放水果啊，这放水果也是。还是这个是那个波。什么波？波你不晓得吗？下面等等，就是和尚手上拿的化缘的，啊，请你投币的那一种。你说木头碗哦？对。来，我们来放上来。好，这样你要从这边拍啊。啊？为什么有月饼感？这么酷炫哦！这样看不出来是鱼。你们的理解能力这么差啊？有了，放很大才看得出来，有眼睛才看得出来了。啊，远远看就，远远看太花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有点花，太精致了，需要近看，这比较适合放在你的桌上。这远远看就是一块什么糖果啊，就像糖果。嗯，怎么样？要从这面看才会好看。对啊。但是远远看真的不知道是什么。那、啊、你说编号这个是几号？来，我们来看哦，编号。哇，它是直接刻在上面啊。哦，这你可能会看不到，拍不出来哦。这里怎么可能拍不出来？拍出来了吗？请问它是几号？我来看看。哟，3800，然后这个是18。还有点日期，是不是？2021，
这是十八吗？是一什么？是一一一一一八吗？我不知道，你看到了吗？像，我来看看。对，刚好我们对这个，我就看不出来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刚好贴到，我都看不出来。管他的，反正就是限量版就对了。其实用这一面看也是 OK 的。结果其实那个才是正面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应该这个才是正面吧，因为这个比较整齐，比较干净。可是你看这一面也 OK 啊。欸，我也不知道，欸，这到底是哪一面？因为看看这一面，它是凸出，你看到的是凸起来，像比较像是，啊，这边是这边是凹进 去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都其实都可以哈，就只是鱼在尾巴的前面跟尾巴后面，尾巴就是散在外面嘛，然后四只鱼，然后五只鱼就是面对面的这样子，啊，你喜欢哪一面都可以啊。那个座只有写，哎，欸，有，哎，欸，这是写中文的，嗯，